给全天下的妈妈跟他们说一声，没有你们呢就没有我们。其实真的我觉得女人呢现在已经不是弱者了，对我来讲，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power， 自己能够懂什么，自己要想什么做什么，她们都很清楚。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三八妇女节会超勇男人，所以你们走慢一点， OK， 慢一点，脚步放慢一点。今天是这个三八妇女节啦，那很荣幸呢，我也荣升为妇女。其实呢，这三八妇女节，不管是妇女还是小姐啦，还是小女孩啦，只要是女的呢，我觉得在今天呢，都要活得开开心心，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买你想买的东西。女人，你要相信自己是强者，自己能够自力更生，担起一片天。这样是。我就想说，全世界女人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要自己爱自己多一点，因为只有你自爱爱自己，那别人才有理由去爱你。我祝所有的妇女，永远都这么的漂亮，然后快快乐乐，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。